康熙十六年，皇帝得了怪病，有神无气，有心无力，吃不安，睡不稳，群医束手无策，命在旦夕。皇帝意志消沉，唯有靠吸食大烟逃避痛苦。哎，爽不爽啊？宣护国法师，宣护国大尊，宣护国法师。阿弥陀佛，你要救不了我，我就阿弥陀佛了。皇帝乃天子贵体，定必蒙上天保佑。现有神阙五十，凉风百条，求佛祖慈悲显灵。有什么就说吧。皇上，探子有紧急军情报告，启奏皇上，截获吴三桂造反武器制造蓝图一本。铁甲无敌时光穿梭轮，皇上，佛祖显灵了。万岁万岁万万岁，真龙天子临天下，凤舞蓝天未归来，若求无双龙凤配，不在古时不在今。不在古时不在今，那是什么意思啊？皇上可以放心了，我们可以利用吴三桂与罗刹国人所发明的穿梭轮，到300年后的地方找真命皇后回来替皇上医病。那派谁去呢？有了，我记得皇上有个好朋友，他色眯眯的，鬼头鬼脑，淫淫贱贱，但是他命很硬，运气又好，我想他是最佳的人选呢。今天晚上我手风一定很顺，千万不要找到公主，我要跟有。今天晚上一定找到你。真柔啊，真柔啊，真柔啊，真柔，公主，真柔，公你妈的头啊！公主，你不要乱说话。真柔，真柔，真柔！我就说了，我今天晚上守望殿，今晚是公主夫人伺候韦爵爷。啊，是公主？怎么会这样呢？刚才明明转到真柔的嘛。今晚我要你好看。太好了。三刀。公主，你穿这样什么意思啊？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因为要见你，所以穿得隆重一点。盾牌怎么没带来呢？哦，对了，我去拿，我去拿。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懂什么规章乐趣？等你们长大自然会知道了。去去去去去去，我们上床吧，我自己上哈。我来帮你。老婆，你决定今天晚上玩什么花样？我会疼你的。老婆，你要真疼我，我就惨了。哎呀，什么东西这么刺啊？嗯？啊？是个狼牙棒啊！哎，这会打死人的。你是我老公，我不打你，我打谁？哎呀，哎呀，哦，哎呀，我来了。啥？太阳武。伟爷，伟爷，有圣旨。啊！韦爵爷有幸事在身，不能下床接旨，那也没关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传韦小宝火速进宫面圣，钦此。老伯，没办法了，皇上召我火速进宫，我再怎么样也得进宫去谢恩才行啊，对不对，老伯？阿福，备轿。等等，先做完再去。嗯。唉，国家兴亡，男子有责，朝廷仰我千日，很可能就用在今天。我们的儿女私情，先放在一边先。先坐。先去吧。先坐。先去吧。那一边坐一边去了。啊。好吧。来呀、啊。我过了。我过了。我过了。用力点，用力点。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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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啊，我还不够哎，我等你回来啊。围城轻佻浮躁，情场下手玉树临风，大富大贵一等鹿鼎公，韦小宝 Junior 叩见皇上。平身，见皇上。皇上，你这么急叫我入宫，不知道有什么要紧的事啊？找你当然有事了，过来坐着聊。哦。嗯，哎，皇上，你和的这个货太逊了，味道好像很普通哎。哎，要不试试看围城这个泰国货啊？那我就试试。啊，好，是陈太监给围城的，不要呼太大口啊，皇上。哎呀，保重龙体啊，皇上。好呛啊。对呀、啊，一口就上头了。这好闷呐、啊，咱们出去走一走。好啊。微臣一时兴奋超过了皇上一点点，请皇上恕罪。少说屁话，你老板最近有事，心里很烦。皇上头痛，小宝身痒，有什么事皇上尽管吩咐，小宝一定尽力而为的。哎，废话你就少说，我把你当朋友，现在呢我有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我需要你帮忙去处理。你扪心自问，如果把我当朋友，你才好答应哦。我当皇上何止是朋友，我简直把皇上当神一样拜。当人，尤其是国难当前，我韦小宝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这小王八蛋每次都拿友情这个包袱来压我。我刚刚讲的那件艰难任务，就是跟我从罗刹国抢回来的时光穿梭轮有关。哦，那个就是穿梭轮呐、啊，颜色很鲜艳的，是黄金的，可是外形有点像茶壶哎。皇上，不知道这个穿梭轮有什么功用，哎，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带你去300年之后啊。为什么要去300年之后呢？找老婆。哦，微臣已经有7个，不用再找了。哎呀，怪在我连一个都没有。嗯，说的也是，那关我什么事啊？小宝，上前听风。微臣听旨。皇上，师傅大官，皇上下来了。皇上，不用。这怎么能做人呢？皇上，那个茶壶烧成炭了。启奏皇上，刚才试验穿梭轮意外发生爆炸，穿梭轮化为灰烬。不用你说，我也看见了。希望皇上看见我们已经尽了力了。既然尽了力还是这样的话，我看算了。微臣希望能够戴罪立功，最后一个一定可以成功，后天照样可以出发，拼一下。啊，这样还要拼啊？那皇上，我最近运气不太好啊。如果你真的不想去的话，那我自己去。那就是还要我去了。师父，弟子这一趟出去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来，弟子一次喂饱你，你慢慢享用吧。希望你保佑弟子完整的去，完整的回来。
拜托了师父。咦，师父的脸色红润呢，一定是常常吃喝玩乐。时辰到了，转转轮盘。轮什么？我今天心情不好，叫他们来轮我。是。咦，念念口诀，看看师父会不会现身。床前明月眼神窗。没有人呢、啊。我一念口诀就应该有人现身的。哦，师父一定去上茅房了。小宝，你找师父有什么事啊？啊，师父，是这样的，我只试试看口诀管不管用而已。有什么好事的？你个香蕉拔了四果冰，没事，我走了。师父，慢走啊。时代变了，师父也会骂脏话。启动起手。进来呀、啊！哎呀，才弄了三次，不会有事的。我说他不会有事，就不会有事。老公啊，我送样东西给你，这是御乳房，我要你记住我，不准碰别的女人呢。我有分寸的。姐姐啊，我看老公身子这么差，要不要运功帮他打通经脉呀、啊？好吧，你们把他扶起来。来，小心啊，小心。喂，你们运功就运功啊，不要突然就、有几位夫人在这儿啊，魏爷一定没事的。这次魏爷啊，便一定可以冲得满满的。启禀皇上，时辰已到。魏爵爷，你只要朝着东北方向经纬18度。哎，好了，你说说看，要怎么样才能找到皇后啊？哎，魏爵爷，佛祖显灵表示，皇后是出生在庚子暮年3月初9寅时出生的童女。童女，要怎么分别啊？所以我替你准备了一只水晶棒，只要是处女一碰到呢，就会显出耀眼的金光。哇，这么厉害！那淫妇摸了呢？淫妇摸了就会显出耀眼的红光。请、哦、小宝啊，我赐你一把尚方宝剑，还有三箱珠宝，拿去应急，应用则用。谢皇上。魏爵爷请。哎，魏爵爷，我扶你。关门吧。哎，等一下，皇上，你别忘了答应过我的事啊。哎，关门吧，那还得等我尿急啊。哎，算了。天神，you
地。难道这就是300年后的世界啊？这么像啊？这是什么狗啊？死狗，不要追我啊！走开啊！走，不要追我啊！不要啊！哎呦！我怎么会在这里呢？难道是他救我回来的？不过看他的长相不像坏人。哎，大老板，叫他也来。啊，先把这碗面吃了，幸好我的毛空救了你啊，不然你早就淹死喽。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又是何许人也？什么地方？这里是皇家香港警察新界北区指挥总部，都管不到我们的麻爷湖村派出所，我是所长，官阶是一毛三。认识我的人呢都叫我华叔，不认识我的呢就叫我条子或者阿 Sir， 也就是你们那里的公安啊。你刚才说的太快了，我实在没有办法领悟过来，麻烦你把刚才说的再说一次。哎呀，不用了，你只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条子就行了。条子呢就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人。哎呀，你不要跟我装傻了，我知道你是从那边偷渡过来的啊！快点把这碗面吃掉，我马上把你再送过去。过去？过去哪里啊？哼！哎，请问当今皇帝是哪一位？我有些事情想跟他谈呢。皇帝？嗯，呵呵，啊，那个就是皇帝啊。那我的丹东，那现在还有没有清朝？清朝？白痴！江湖第一大帮会是不是天地会？香港第一大帮会是马会。马会？那我哪天得去拜访一下马会才行啊。有志气，可惜你没有身份证啊。什么身份证？哎呀，不要想那么多了，趁着阿超没有回来，我先把你送过去。哼哼，啊，阿超没有这么好脾气哦，他一看你偷渡了就会俩拱哦。俩拱？俩拱是什么？俩拱就是我这个样子。师傅，师傅，这次师叔也救不了你了，偷渡的。师傅，有你在这就好了。哎，这件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僵尸装，为什么我在玩具反斗城里找不到？说了话，你给我说，说，师傅，说，为什么我在玩具反斗城找不到一件适合我穿的僵尸装呢？我每天都穿这件衣服的。师傅，你的鞭怎么不见了？你的鞭呢？鞭在下面。你以为我不会开枪？我告诉你，你如果你再不告诉我，我就开枪了。快说，什么是偷渡吗？马上说，下面我真的开枪了。你不相信我会开枪，我是连累我的。哎呀，在山头上有什么不好呢？啊，空气又清新，又不用做事。你不要老是想调回去立功升职了。是。哎，你再不听我的，我就在你面前自杀。好，那我帮你咻。啊！哎呀，这么近都打不准，真是。哎，华叔，干嘛？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我是在玩放屁，看谁大声。哎，东西打破了没有啊？就是啊。没事，没事呀。哎，快快过去！你帮忙啊！哎，您快发生了，你快过来一下呀！哎呀，慢慢说，一个一个来。华叔，我要跟我们家那个死鬼离婚。你还不是骂到什么？去，阿超来帮帮忙。我告诉你，可不要怪我啊！我编你也是为你好。哎，陈庆南，你究竟是不是我师父？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你就老实跟我说吧。说什么？我是小宝。哎呀，你要是小宝，我就是小叮当。无敌铁叮当叫我扁了。哎呦，什么东西？哎，你的手没事吧？我这辈子最恨偷渡客了，你知道为什么？说来也没有别的原因了。荒芜，他们偷我就扁扁他们，哪里扁？找不到一个小姑娘了。哎，被扁了。你不跟我走没有关系啊，可是我生平最恨我在讲话的时候，人家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哗啦哗啦。叽叽呱呱吵得人家心里都烦死了。哇靠，这里只有一些老太婆，是不是叫我错地方了？喂，你刚刚什么东西戳我？怎么？哇靠，什么东西这么脆啊？哎，我刚说到哪里了？哦对了，我这辈子最恨长跳蚤了，痒不是问题啊，刮毛可就难受了。今天海水温度是25度，
吹清静东南风，时速15海里。准备好没有？好了，不要说那么多了，我现在给你一条路走，你自己处理吧。诶，哪里有路啊？哎，下面是大海耶。那你游回去啊。我不会游啊。那你飘回去。我不会飘啊。你他妈想贿赂我？皇后，我来找你。拜拜了。华叔啊，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好寂寞。不要保守，这里进出的人很多啊。我跟我老公性生活不协调，我要跟他离婚，好跟你呀。不打扰你们，我妥一下。那个阿俊找你啊。哎，完蛋了！你知不知道你老公他真的？好，拜拜，慢走啊！好，拜拜。老哥，我收到消息，今天西贡船厂晚上有一大票大陆客在那边，我是一定会抓到他们的。你赶快打电话给你大哥，叫他多派两个人给我，跟我一起去，我一次一定抓到他们。什么人手啊？只有牛，村口有一头，你先去吧。哎呦，阿昌啊，你收到的消息啊全部都是胡说八道的，如果你真想立功啊，就快点帮我搞好这堆档案。哎呀，阿超，这堆档案全部都是你的，全部是投诉你欠人家钱不还的。哎呀，阿超，好了，不要再吵了好不好？你这样怎么当人家大哥嘛？你又怎么当人家小弟啊？我去做你的爱情顾问嘛。你回去做小叮当吧，老是这么爱赌，你怎么做人呢？哎，华叔啊，哎，我想请你看电影啊，票已经买好了，哎，7点钟在门口见了。哎，一个人长得帅啊，真是麻烦。Check it out！哦，原来是鸡哥水哥你们啊。不好意思啊，找错地方摸错门牌了啊，不好意思啊，拜拜。不快请超哥上来。哎，才哥啊，最近好久没见你在欢乐天地打球了。我现在就代表游仙望7个厂子9个窑子跟你把账好好的算一算，一共是15万，没钱还就拿7关来还。喂，别这样子嘛，再怎么说我也得过香港皇家警察最有前途新人奖，好歹给个面子是吧？给你妈的面子。我妈妈在家里料理家务，你也不要逼我。告诉我，你这破烂玩意儿哪里捡回来的？才哥，我不骗你了，这个宝贝市价400多块，人见人爱的家传宝贝，说什么你也不能把它拿走啊。你欲在人在，欲亡人亡，你拿我的东西好歹要给我一点钱。你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东西对你那么重要呢。欲亡人亡是不是？哼，你去死吧。哎呦，牛好重啊。谁那么缺德染人东西啊？拿个我们的丢的。熊哥，给我们的丢的。对不起啊熊哥。熊哥，熊嫂，10块啊，10块，我说10块就10块，哪有那么多啊？熊嫂只不过擦破皮而已，荣辱也不用那么多啊。我给你，你给我，哦，那可能不值哦。哎，才哥，你是行家，你叫熊哥多加一点嘛。有钱拿你还啰嗦？熊哥说多少就是多少啊。啊，说多少多少啊。拿去。哎，谢谢熊哥，才5万呢。啊，我老婆看医生不用钱啊。哎呦，公道，当然公道，这种大哥可以跟呐，现在江湖上很少了，你们要好好听话。哎，才哥，不要烦了啊。哎，你不要开玩笑。哎，你东西还给你。熊哥，这是利息。以后有什么工作通通拿来给我。不用以后了，我马上回去台湾奶奶来。啊，各位大哥再见了啊。他妈的，居然推我下海，幸好被狼打回来，下次被我遇到一定还扁他。啊，没有人。我靠！
出去了。哥，你在干什么？多红白啊！哇，连裤子也要脱了。嗯，洗澡了，洗澡了。哇，我也好棒啊！哇！正点了，转过来呀、啊，转过来呀、啊，你转，你不转，拉着我来转，你，我卑鄙，我下流，我龌龊，我不介意大家恨我、毒打我、侮辱我、讥诮我，甚至蹂躏我。哎呀，老兄啊，你现在在说故事啊？你先把我们放了吧。最多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那你是不是在说赌气话啊？我知道现在就算我死了也弥补不了。好白好白啊，又好嫩好嫩的、啊、都弥补不了这位美丽标致小姐内心的创伤，所以我决定了，离开这个伤心地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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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跟我老公离婚是为了跟华叔啊，我承认我龙过乳，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安静点，要我们是兄弟啊，为什么得？安静点，我做错了，我承认上下不平等的，我牙齿。不要吵啊！哎呀，这个秘密就是村子里有宝藏，真的很大，宝藏。你随便说说，他们就信了。那宝藏啊，就在这个山头附近的周围了。你们自己去挖啊！喂，让我挖好送到你们家里给你啊！不会自己去挖，自己去挖，死脑筋，自己去挖。在这，哎，就给你。你爸爸在吗？我老爸的儿子要发财了！啊，真是珠宝啊，真的有宝藏啊！哇，发财了！不然你还以为我在放屁呀、啊？咱们分头去挖，分头去挖，哎，继续挖啊，快点去挖，还有很多啊！宝爷啊！宝爷，超哥，超哥，宝爷，还没睡呀、啊？还没睡呀、啊？宝爷，你能不让我走是吧？从背后推我下，宝爷，宝爷，哎呦，不行，宝爷，哎，宝爷，旋转180度旋风劈斩！哎呦，我要出场啊！不要吵，阿超下去挖宝藏了，继续挖。我最恨别人从背后推我下来。看你那副德行，浑身都湿透了，冷得发抖。拜托你先把它擦干好不好？谢谢。
哎呀，宝哥，哎呀，你脸上有灰尘呢，我帮你擦掉啊。哎，宝哥，不知道还有没有宝藏？你急着用钱啊？啊，哎，不是不是，随便问问而已啊。我进去帮你把内裤洗干净啊。嗯。宝爷，宝爷，宝爷，这碗阳春面怎么样啊？哎呀，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大家都是中国人，早晚变成一家人，现在交个朋友也无妨啊。嗯，你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哎，不啦，台湾人，我新郎，中国人，大概拢是人嘛。哎，你那块玉真是值钱啊，没有那块玉啊，我真的会被贬死啊。我朋友一看到他，不啰嗦，马上出价10万。看你这么听话，我就收你做小弟了。哎，谢谢宝爷。哎，可是宝爷啊，我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嗯，哎呦，这么拉风！你答应我三个条件。好，没问题。第一，以后你吃我住我的，我吃定你。好，没问题。那第二呢？第二，帮我找个处女。哎呀，那就比较麻烦了，这个不好找啊。不过我有一个处男，不知道适不适合宝爷你。第三，哎，第三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不要烦我行不行啊？我不烦。哎，我，你在哪里呀？在这里，宝爷。现在女孩子喜欢什么？钱，要不然就是花，要不然就是给宝爷爷爽一下，爽一下。哎，爽什么？哇，我想鸟语小姐，你早啊。怎么是你啊？怎么不是我啊？你来干什么啊？我想来跟小姐交个朋友。你快点走啊，色狼。啊，银票，走啊你！你要我走，你嫌我的钱臭？看你秀逗，秀逗，秀逗什么意思？阿超，你又乱小便，小心我把你给掐了！不小便难道大便了？哎，宝爷。宝爷怎么了？心情不好啊？一大早起来就棺材脸，小心中邪。什么？哎呀，宝爷，今天我带你到城里去，早上先带你到半岛吃早点，中午去逛百货公司，晚上去大富豪宵夜，我们去九龙汤。是是是啊，随便把它整理一下，不用搞什么花样，只要像个人样好，没问题。奶奶干什么？不能剪啊！我们大清律律师留房不留头，给你剪掉还能做人呢、啊。留什么？剪了。我跟你说，把它剪回来。干什么？就是插死你！讲的不能剪嘛，编辫子吧，宝爷。当然了，来来个阳春编。那这里啊是香港最热闹的地方，尖沙咀有它特别多的购物中心，特别多的行人，特别多的斑马线，特别多的计程车，特别多的条子，特别多的珠宝店，特别多的灯柱，特别多的栏杆。走过去一点点，尖东海湾，日日夜夜都有很多人在打 kiss。打 kiss 啊，就是咬来咬去啊！要钱不要钱，我就过去。有时候要，有时候不要。至于皇后呢，不是说找就找得到的，在找到之前呢，你就先住我这里，一切衣食住行你包了，我是没有问题啊，大家好兄弟嘛。我靠，你们家怎么这么破？哎，没有人伺候我是睡不着的。哎、找皇后身上有点狼啊！哎，你脖子上东西脱下来给我，大概值个两三百块。哦。喏、no, 给你啊。哎，最近车费又涨了，我打算到澳门帮你找一个，这个也拖下来给我。这块你也要嘞？给我了，两块都给你了。太好了，我走了。哎呦，这些冒喜辛苦了。Happy Happy Happy， 我听说车费没有涨价。不会吧？为什么不会？啊！哇塞，这么高跳下来都没事，这小子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哎，今天有什么好货色？没有啦，普通啦，明末清初长平公主的胆识而已。哎，你算一算。哎，这个老王八蛋又拿碗尺来骗我。好了，随便了，改天割康熙的包皮给你啊。呀呼耶 ！Alright, man, take it away。眼睛，快进来啊！你要我帮你找那个什么皇后，我今天帮你找。哎，你要喝的热柠檬汁我也买来了。哎呀，我在做事了，你先放下来吧。啊，你真是勤快啊！哎，这个太逊了吧！哎，这个在大富豪见过，这颗要念几年呢？
两三年吧。两三年吗？走开了。呀呼耶，都他们怎么这么想？擦香水？不告诉你。花露水？不是。厕所清洁剂？要死人了！惨了惨了！啊，我糟了！啊，抱歉抱歉，都是你啊！你害死我了！怎么办呢？啊，厨房宕机了！好，不要担心，我去找。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哎，你怎么那么厉害，知道我出事了？你叫我查那件事啊，我快查到了，是不是真的？人呢？半年左右吧，保证有消息，手到擒来啊，很快很快了。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半年都不能等啊？ Fuck you！ 这下真的发酒了，上。下一位。啊，三号，哎，那我们。钟小姐是吧？麻烦你把手伸出来，右手。请你握一下我这根东西。你那根？哦，不是这一根。啊。谢谢，淫荡，可以走了。晚上我扣你。淫娃。我晚上要上班，我扣你好了。好啊。下一位。黄小姐是吧？请你握一下这根东西。怎么会绿色的？不红不青什么意思？哦，可以了。请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被别人吃过你的猪啊？没有，不过我最近有一次喝醉了，睡醒之后猪就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回来。嗯，你有没有报警？没有哦。那你就不是处女了。神经病啊，哪有这么多处女啊？要想找处女到幼稚园去找吧。哎，对呀、啊、你。下一位。档案，档案在哪里啊？档案啊，档案在后找档案啊。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敏感？你也很敏感。相不信，杰哥。档案到底在哪里啊？不要管档案了，管管你的小弟弟吧。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小姐，从泰国来啊，泰国水果不错啊。泰国的榴莲最好了。哎，阿超，我出去一下。哎，宝爷，哎，宝爷，宝爷，是不是有根东西要让我去啊？啊！手艺不错嘛。喂，小姐，我跟你真是有缘呐，每次都遇到你。你要去哪里啊？我去哪里关你什么事啊？哇，好香啊，你刚洗完澡，又丽丝香皂。你怎么还没洗？阿霞，你要出去啊？我每次看到你都想死。你为什么老是这么油嘴滑舌的？是很滑。你怎么知道我嘴很油，舌头很滑的？你去哪载我一程呢？走开！你怎么放我鸽子？还好我有轻功啊。跟着我了好不好？哎呀，我也不想跟着你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看到你总是被你吸得欲仙欲死，我想我对你产生好感了。我对你啊不但是没有好感，而且还非常反感。啊？这个你可以放心啊，我有信心会让你对我不会产生反感，而且会对我日久生情的。我对你不会人狗生情的。怎么会有人说自己是狗呢？我刚才衣服不错啊。嗨，好香啊 ！Honey， 他是谁啊？他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阿霞呀。就是他。
你当初的选择真是明智哎。我有同感。哎，他就是你的新男朋友啊？哦，我不是他的新男朋友，我是他未来的老公啊。你找不到我这个最好的，也用不着找一个最差的呀。不会呀、啊，这样才相称嘛。哎，这位兄台，你只不过比我长得高一点，你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我呢？羞辱你又怎么样？啊，你身边这位也长得不怎么样嘛，而且还有口臭啊。你说谁啊？我说你三八。你再说一次。你喜欢你我就再说一次，你不但长得不怎么样，而且还有口臭。你，哼。我们不要跟这种没有文化的人讲话，我们去那边看看。好，你，我要去楼上看看哦。你去吧，我在这等你。蛮漂亮的，没水准。哼，怎么样？什么时候有空？哎，你有没有搞错？打人打得那么重，你到底是不是人呢、啊？谁家偷看我换裤子？你呀、啊，结交这个刘辫子的小太保，还混黑社会打人，你迟早被他推进火坑里当妓女。你无耻、下流、淫贱，你别想我再喜欢你。我打他呢？啊，你应该打他的嘛。啊！你居然连我也打！我的牙怎么牵我手啊？打掉一下，我头好晕，你扶我一下。我记住，我一定会告你的。我们的一切是从纽约开始的啊，洋鬼子的地方，是纽约戏院哦，洋鬼子的戏院啊，嗯，我跟他看7:30的电影，是一部爱情片，哦，他说会像男主角对女主角那样的对我，至死不渝，永远都不分开。兄台，结果什么事啊？这是鱼吧？我生日那一天，新不新鲜的？分手，当然新鲜了。哦，麻烦你帮我蒸一下。还有啊，切小块一点，不要太大块啊。用真的？啊，那真是太可怜了。还不止这样呢，后来他又来找我，还说想跟我订婚。谁知道订婚前一天，哎，这又是什么？他说没有考虑清楚，大家在分开冷静一下。麻烦你帮我脱水，我不能吃生的。神经！哇，那真是太过分了。就是啊，他根本就没有人性。我去一下厕所。真是够可怜，不过可怜还是要上。幸亏我随身带着这瓶半瓶乐七天的，嘿嘿嘿，看你能飞到哪里去哟，嘿嘿嘿。反正都是乐，就乐他个半个月吧。先生，已经脱过水了，谢了。你真的在这里啊？哎呀，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到处帮你找皇后，你却在这边吃东西，你浪费我的时间，你知不知道？哎呀，别激动，大不了我给你点辛苦钱嘛。好啊，来吃一口。哎，你干什么？哎，小姐，你没事吧？哦，原来这是胖马子。那还情有可原。哎，阿霞，你怎么了？不舒服啊？啊，觉得头晕呢、啊？你想的太多了。我扶你过去坐下休息啊。哎呀，你就是伤心过度了嘛。来，先喝杯。哎，这怎么那杯不见了？嗯？哎，完了，没了。干嘛啊你？却没有一杯可乐，没有。哎呀，反正是没了。哇，你死定了！啊，是啊，死定了，又收了几十万。啊，你们先走吧，我帮你买单了，保证你死定了。哎，老板，来颗排骨蛋炒饭啊，多块排骨多点饭啊。那就是两颗，对不对啊？怎么样，要不要上来坐坐？改天吧，很晚了。改天。
你知不知道，阿霞，其实我的遭遇跟你很像，所以我不用。哎，这下完蛋了！哎，你先回去，我去看看阿超。哎，你要小心点啊！一百花香，叫我一定要脱裤子，大家一起来脱裤子。月光照着我的小屁股，打一个浪，打一个浪，浪。阿超啊，我到底吃错了什么啊？哇，吃了半瓶银七天可以长这么大，平常看你跟个毛笔似的。那不要废话，两条路给你选，一是带你到外面找女人，二是我运功把你把体内银毒逼出来。来呀！出来了没有？我朋友快被人家打死了。你打我吧，打死我好了。这个样子我怎么做人啊？你打吧，打我。你这个小王八蛋还敢说话？你用那个东西打我屁股？你以为我愿意啊？你身上除了屁股有洞之外，还有哪里有洞啊？去死！哎呀！云君，这一位呢，就是我从罗刹国请回来的高手。现在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派你们两个去300年后的地方追杀韦小宝。这一次的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我想来想去啊，皇后是女人，香港最多女人的地方啊，大概只有夜总会里面。你不要骗我啊！哎呀，你放心好了，这里酒池肉林，肉体横陈啊，稍不留神就会吃得一脸都是奶。宝爷，宝爷睡着了？不是，我怕会吐。就是，香港美女不知死到哪去了。哎，宝爷你怎么了？宝爷你没问题吧？宝爷，啊，知道知道，收到收到，了解了解，妈咪妈咪。哎呀，来来，老板有什么事吗？啊，哇，哎，宝爷你忍耐一下啊，妈咪呀，啊，小姐呢？那没问题啊。好大的问题啊！你看宝爷不行了，我们怎么办？啊，那是吗？那我就全换掉。那是不错了，不过连你换掉更好。Two，小姐跟我走。不好意思啊，各位，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太烂了。哎呀，我胆子都快吐出来，走吧，来吧。哎呀，来，哎呀，老板，小姐可不可以呀？可以，可以，真不错，来，我香港，好，大家都有，来来来，两位老板们来两，我先出去了啊。哎，妈咪，你过来一下。啊，什么事啊，老板？有没有问题啊？好了，如果小姐不好，我可以替你全部换掉。哎，不是，不是他们不好，叫隔壁那个小乌龟出去。啊，你是说隔壁那个？那是超哥，就是他啦。超哥，干嘛？来，宝哥说叫那个小乌龟出去。哪个小乌龟？就是你啊！哎呀，你有没有大脑？人家叫你出去，一定有事要跟你商量，你就出去啊！好了，出去慢慢来啊，宝爷。好，没问题啊。当然了，一个打五个，看他什么时候得风流病了。哎呦，我去！哎呀，才哥，你这怎么不敲门就进来？是不是？是认识？不，是朋友。喂，不是，是老朋友。
好了，我看你不要再说话，再说话你就要被打死了。你们敢坐他们的台，不给我面子是不是？上他们去！没有钱就不要跟我抢女人。哼，喂喂喂喂喂！不要跟他说了，你打他也就算了，你把所有的美眉带到隔壁去做，我要跟你拼了！哎，生命诚可贵，远离倒霉鬼呀，宝爷。说的也对。我看我现在离你远一点。你这个倒霉鬼，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倒霉啊？哎，看什么看啊？好粗啊！大叔，大叔，喂，你长那么大有没有看到这么粗的毛啊？可是仔细一看又不是毛，哎。毛没有这种颜色，又比毛粗。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那个，是你妈个头啊！哎，又没有点你的穴，定什么格？头上烫烟疤。你在哪里呀？哦，在这里。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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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什么事啊？宝爷啊，造福人群、为人为己、跟女人上床的必备武器，你好好收着它吧。你不会想中标吧？好了，我们什么东西啊？中标。我来帮你。不用，我自己来。没有味道了。啊，差点忘了，你也要舔的。那、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不行啊，你要出了事我怎么担当啊？来，乖，照舔啊。不舔不给钱的哦。舔呢、有钱人真是变态。慢着，交换。干嘛？你舔得那么起劲，你那根一定很好吃。哎呀，别整我了，来吧。喂，不行啊，万一你是皇后，我会被杀头的。你试一下这根吧。哎呀，不用试了，我一定满意。哎，一定要的，你先拿着这根呢。还有啊，哎，不是这一根呐、那是哪一根呢？想的那一根呢？啊，干嘛？红色。那你是淫妇了，能跟你上床你还想是处女啊？来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呀呼，今天晚上好平静。是啊，你看你什么人？郭全。你们什么人啊？从哪来的？有没有身份证啊？身份证啊？没身份证我们抓了。喂？我找王八蛋呢、这里没有人叫王八蛋的。阿超了。啊？阿超？阿超上街了。你找布林。喂，老哥。阿超上街关我老穆什么事啊？你要问候我老穆就去三百年以前。上来啊！上来，我怕你会扁我，我还会扁你呢。我现在在门口了。现在门口这么快啊？开门了。哦。啊，阿超啊！哎呀，这么近就按门铃就好，你讲话怎么大舌头啊？你要不要试试让人塞了五个榴莲在你嘴巴里，看你会不会大舌头？哎呀，你们要找的人就是他。你们干嘛拿这个东西指着我？我又不认识你们，早再推我就真的要还手了。哎，熊哥啊，你要找我的话扣我的 BB 扣就可以了，干嘛还派一大堆兄弟来请我？你这狗杂碎条子，没有钱就会来跟我挡狼，你有钱不还你还跑去鬼混，这混也没关系，你还跟我兄弟抢女人，抢不过我的兄弟嘛，就找他用些邪门怪招来整我的兄弟，是不是？一个多星期应该没有事了，我哪有那个胆量敢整熊哥的兄弟呢？你说是不是？啊，
你少给我啰嗦，快点帮我兄弟解穴。好，宝少爷，干嘛？解穴。哎，不急不急啊，小心点。快，赶快动手。啊，快动手啊！哦，你小心一点，可别弄伤他兄弟啊。看什么看呢？快点解穴，那个是大嫂啊！你，我看到了，你看什么？我看到一只螃蟹夹着一只老鼠，好好玩呢。是吗？哎，你看啊。哎，那只老鼠叫 Mickey， 那后面那只螃蟹叫什么名？肉蟹吧。救他！这怎么称呼啊？恭喜啊！叫我小宝就行了。宝少爷啊，以后你就跟我，不不不，是我跟你，你是我当小弟，好不好？你太逊了吧，阿雄啊！不要说这种话，熊哥，大家都是洪门兄弟啊，你的就是我的。当然当然当然。这位是大嫂。是是是。喂，大吉大利！喂喂，吉大侠，你在干嘛啊？在做爱。你说你正在做什么？我是说，阿超他正在看做爱的 A 片呢，我去把声音转小一点啊。那你先把电视机关了再说啊。不行啊，阿超他看了一半呢。喂，你可不可以出来啊？我现在还不能出来啊。喂，我很快就出来了。我呀呀出来了出来了。来了吗？欺负人，快点呐、啊！快啊！你快想想办法呀、姐姐，那么急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啊？就是啊，什么事啊？不知道啊。大家先不要吵。吴三桂已经派了杀手要去杀我们的老公。你吓惨了，你老公很危险啊！哎呀，我的命快了，快想想办法，不要再吵了。我们中间双儿武功最好了，所以我决定带双儿去保护老公。怎么还没开呀？真的，来我看看。哎，你不要乱动，不要乱动啊！抓错了，忘记发功了。你的财经歪了。我内功发过头了。水果呢？厉不厉害啊？你以为我看不到你用脚趾偷插插头啊？哎呀，不要研究这个了，来吃东西啊。我特地买你喜欢吃的鱿鱼跟牛百叶。那你记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什么日子啊？ Friday 啊。
跟我有关的。不会这么巧吧？大姨妈，你专程来看你啊？你好讨厌呐、我好舒服，你多打我两下吧。哎，你把我打死了，就没人来给你祝寿了。你要好意思说，是你自己说要帮我弄个非常意想不到的生日宴会的。什么都没做还不算意想不到，连礼物都没买。你骗人。当然是骗你的了。皇帝送的普通的东西。你今天好漂亮。妈，我昨天不漂亮吗？昨天当然漂亮了，这还用说啊？今天是你生日，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样也要亲一个来庆祝一下。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诚意还是不够，应该再亲热一点。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样，是不是比较过瘾啊？好恶心哦。这样子一点都不恶心，还可以生津止渴。来。各位穿得稀奇古怪，像个兵马俑似的，毫无礼貌踢门进来，究竟有何贵干？你还真有种啊，敢动我老婆。哦，原来是熊哥啊。干什么啊？以为穿得这样就没事了？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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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想顶我穴啊？我想插下你的眼睛。哎呦哎呦哎呦，小宝，小宝，哎呦哎呦哎呦，看着他，下来，别动，别动。我在我老婆的皮包里找到一条不是我的内裤啊。那你还笑那么开心啊？不，哎，你岂不是多条内裤穿呢？我找人盯住我老婆，没想到她背着我偷人啊！你还想抵赖啊？没错，成年人不做暗事，那条内裤是我的，熊嫂也是我动的。但是熊嫂那种标致惹火，试问天下之间有哪个男人不想跟这种温柔体贴的性感女神做女朋友呢？你说什么？你想不想动熊嫂？想啊。来，你说了。他说他想啊。不是啊，老大，他在阴我。哎呀，既然承认就不要怕。你动了一嫂就该杀。哎，等等，你是大哥，他是大嫂，怎么会是一嫂？哎，情不自禁，绝不会有第二次啊。傻瓜，大家是兄弟吗？妻子如衣服啊，是不是？对呀、衣服乱穿怎么能称兄弟呢？你啊，没有房子租你，快走吧。哎，熊哥，不要无缘无故找骆驼租房子的。小宝，好了，抓紧来，看看我们俩怎么做爱。不用吧，我会怕的。熊哥的马子也敢动，不砍他十块八块算他走运。熊哥他们的人呢、你在这床上动我老婆，我在这床上动你马子。熊哥，你不要害他，又不是他动你老婆，是我动你老婆，最多让你动两下。不，而且这个女的像死鱼一样，只会浪费时间。死鱼，那我就避着他。不，他对着别人是死鱼，但是对着熊哥呢，就算死鱼，他也会变成活鱼啊。脱衣服，快点脱！不要吧，熊哥，脱，快点！
什么事啊？这么吵啊！哎呀，哎，慢点啊！怎么了？阿霞，你快找个东西给它咬着。华叔，你帮我把它翻过来。到了，好了。哎呦，肠子也敢打？谁吃了豹子胆的？好痛啊！痛死我了！哎呀，不用担心，没事没事的。那来咬着啊！你撑着，我先用内功帮你把子弹逼出来。我要扶着。哎呀，不用扶了，扶着也是一样的。来，这屁怎么那么厉害啊？全场。我有点不舒服了，我先回去吃药。好吧。哎，你再这么憋，会不会连屎也憋出来啊？会呀、啊。有没有快感呢、啊？太快了，感觉不到什么。哦，这是你第一次。哎，你怎么知道？看你屁股那么红，我就知道。哎呀，真丢脸。你不用感激我。我不会感激你。你不会生我气吧？不会，朋友，去你妈的！你干什么？泡熊嫂也不会叫我一声。我帮你约下礼拜二。不行，我可能还没复原。你没复原，我上了。好了，好了，阿翔，好了，别扭啊！华叔，你帮我照顾一下他，我去看阿翔。哎，阿超，阿超，你怎么样了？快点让开！哎呀，翻白眼了！哇，手这么冷啊！哎呀，让开一点！你们这样围着他，他没有办法呼吸的！哎呀，你们快点出去，出去！你们再不出去，我叫你们好看！太凶了！你放心，我现在用龟波功在帮你治疗。为什么你不张嘴？我也听到你说话。因为我发功的时候会与你心灵相通，彼此都可以听到对方心里的话。啊，你有特异功能？不是特异功能，是武功。我说过了，我是古代的人嘛。喂，你不要用那种眼光看我，不然我很容易走火入魔的。哎呀，不能看，好诱人的一对啊！不会走火入魔的，管他的，走火入魔也要看的。哎呀，太刺激了！小宝，哎，小宝，怎么样？你没事吧？小宝，没事，流了一点点血。只是新陈代谢而已。小宝，怎么样？好一点了没有？我好难过。觉得哪里不舒服？我全身都不舒服啊，这里不舒服，这里不舒服，这里不舒服，总之我全身上下都不舒服了。是不是真的不舒服啊？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舒服。哎，你真的是古代人呐？你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不是古代人怎么会点穴啊？哎呀，不管那么多，先保一下。我喜欢你很久了，哎，先香一个，先摸一摸。我现在就可以尬你了，告诉你，虽然我早就有轻薄你的心，但是我又没有非礼你的胆子，因为套句俗话说啊，我很尊重你，我对你已经有了爱意了。那你还不懂？装什么君子？早知道就尬了。小宝，哎呀，不尬了，怎么对得起我自己呢？真是的，你想怎么样啊？我想你想怎么样？我想如果有一天是
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夜？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早啊，做东西给我吃啊。牙膏你要不要吃啊？嗯。为什么你昨天晚上好像有300年没有做过那种事情了？你不要误会啊，我一向都不是那样做的。肚子饿不饿？我去买东西给你吃。怎么好意思啊？你还不快去？干嘛？干嘛？讨厌。烦的。女人一被尬就会很粘人呢，烦的。门没锁，一定忘记带东西了。忘记带钱了，老公。你是先死也好啊。老公啊，有没有想我啊？我没有一天不想着你。是吗？哟，这种地方怎么能住人呢？就是嘛。有没有找姑娘啊？不敢。那么青楼、妓院还有酒楼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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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人不流行这种玩意儿。累不累啊？那你一个人是怎么解决的？一个人解决什么？靠双手了。那左手还是右手多啊？两只手就轮流用。那真是太辛苦他们了。他们是自愿的。这个女人是谁呀？哪一个？那个。她呀，她是我室友阿超的妈妈，已经过世了。过世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个罩子啊。罩什么？罩雨啊。罩雨？哎呀，你有所不知了，这里人很喜欢一下雨就带个罩上街。他们要来干什么呢？用来接雨水的，口渴就可以喝。接雨水用的。大雨就带个大的，小雨就带个小的，没雨就省下来不用带。老公啊，我们来了个把个月了。那又怎么样？每天看电视广告啊。好好好，我刚来的时候天天看电视广告啊。我不知道。这个叫他们叫雨罩嘛。大明转夫，老婆，你不要乱来啊，老婆，你不要乱来啊，别要远，老婆，不要啊，会死人的，我不要啊。喂，收 fix 啊，帅哥。什么事啊？你要找的皇后啊。皇后。怎么样，漂不漂亮？哇，这么丑怎么当皇后？开玩笑。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啦。现在来的才是真的。
阿霞，阿霞，我叫你没听见呐、昨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小宝已经上过床了？哎呀，怎么问的那么直接嘛！哎呀，完蛋了，笑得那么贱，一定上过床了，一定会后悔，后悔了。我不会后悔，小宝会、小宝也不会后悔，我对他那么好哦。你千万不要喜欢他。为什么？难道你喜欢我啊？不可能的啦。不可能，不可能。如果你喜欢我的话，早就跟我说你喜欢我了。难道你是玻璃圈的？开玩笑，我是带枪的。哎，条子就不能是玻璃吗？可以啊。你看，你承认了吧？你一定是玻璃，因为走路脚张那么开，一定是大玻璃。最近练骑马练多了。还有啊，我看你洗澡都洗泡泡澡，好恶心、洗泡泡澡就是玻璃啊？那我从小就是玻璃啊！玻璃，你快说吧。我不是玻璃。好了，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我告诉过你，我不是玻璃嘛。哎，我不准玻璃进家了。你有病是不是？小马。不行了，救命啊！我惨了、幻觉，这一定是幻觉。你太爱小宝了，所以会产生幻觉。你也看到了。实不相瞒，我当玻璃已经很多年了，我也很爱小宝，所以我也会产生幻觉。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们去玛莎级清醒清醒。对不对？我说是幻觉嘛，哪有狗男女？爱一个人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太沉迷啊。好了，我们走吧。哎，救命啊！哎呦，哎呀，大哥，你也撑着点，你把阿霞的地方弄乱。我是想撑着点呐、哪有那么厉害啊？这位姑娘是不是拍戏当临时演员呢、哎，宝哥，跟她拍张照片要多少钱呢、关你屁事啊！哎呀，我只是问价钱嘛。我要你给我个解释，老公，我也要解释。这个嘛，还没介绍啊。这位是我那人。如果我告诉你他是鸡，你相信吗？鸡胸哪有那么美？如果我告诉你他是鸡，你不会相信我？鸡胸有那么美吗？哎呀，那就对了嘛。哎呀，不妨老实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两个跟我都有关系，至于是什么关系，暂时还没想到啊。哎，老公，这个人是谁呀？哇，又来一个死得更快哦。哎，既然还没想到，那就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吧。算了算了算了，人不风流枉少年嘛。你爱鬼混，我以前就知道了。你干嘛打我老公啊？小婉，阿霞，阿霞，干什么？想砍人呢？你怎么不去追他？追什么追？那边一个，这边两个，当然是留在这了。说的也是。哦，对了，刚才有一件事情啊，我不好意思麻烦你，是一件小事而已了。你要我找的皇后，我已经把你找到了。谢了。啊！皇后！他长得很像师父。哎，两位姐姐啊，小宝能够办得到的事啊，小弟一样能够做得到，而且可能做得比他还要精彩呢。两位，你要不要试试啊？嗯，你去试试。嗯，两个一起上我也无所谓了。不见了，阿霞！惨了，皇后不见了，怎么回去交差啊？阿霞，你什么时候在这里的？我要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是不是结过婚？你跑得好快，阿霞。是，我是结过婚，但是这件事并不重要。只结过一次婚，是，但是这件事也不重要。那你就是在骗我了。还是啊，骗你的事也不重要，重要是皇上的性命正等着你回去救他呀。救人应该找医生，干嘛来找我？找你回去当皇后。我头痛，我头晕，哎，我头晕了，完了。又通透啊，你看看，还真是蛮通透的。
么高，穿着一身古装打扮呢？你这件玉乳房是怎么弄回来的？哎呀，你真是有眼光啊！这玩意儿刚刚是个年轻人拿来卖的，这的确是清朝的东西。我们清朝人呐，三妻四妾，这是很平常的事。完了，连皇后也搞了，皇阿哥这次一定会被杀头的。他是当今大清王爷，你到底有几个老婆？不就是大清皇后吗？你可好啊，有两个老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七个，你不是开玩笑？再加上他就八个了，让一个给我嘛。人家的女孩想也想不到的事情啊，当皇帝的后，我不想拿剑的那个，三千多人呐、啊，能得到他宠幸的也不过。我也戴帽子那个，这一次啊，戴帽子那个皮肤好，你这个人一定会加倍。你想想看，将来对不起，那阿霞让给我吧。他多几个老婆不是更好吗？一个女人要伺候一个男人，那是多么辛苦的事情啊。还有啊，反正你也没有去过清朝，顺便去看看也不坏嘛。你看看我们穿的衣服多漂亮，哪像你啊。老头儿，再调整一下啊。现在怎么样了？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什么人呢？这下真的完了，小宝好像不太对劲了。不用怕，我老公不行，还有我呢。我还有。
我刚才真的不行了。哇，这么厉害，先闪了。还好我的东西比较硬啊。压死你！去死吧！老公，不要冲动啊！不要冲动啊，公主！你不要拉着我！你出去了，谁来保护皇后？跟我。你先帮我把他扶住。好好好。师傅上你身吧！啊，齐天大圣，齐天如杨，不是这样上的。床前兵也身装，呀呀！怎么样，没反应啊？啊，那你得少念一个字，床前兵也身装，呀！对呀、啊，床前兵也身装，呀！师傅及时赶到。师傅了，你赶快救我下来吧！现在不能救你，他在你后面。啥？哎呀喂！师傅！他慢点，快点去拿
没有伤亡吧？没事。原来他们古代人怕电真是太逊了。是吗？难道你不怕？小偷，好了，我有分寸。老公啊，我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啊？哎呀，你不要老是用一些新鲜事来吓我。你不敢啊，漂亮吧？哎，来来来来来，干杯！什么时候有假期啊？要记得回到现在来看看我们哦。如果死不了，一定回来看你们的。Morning， 嗯，我要泡妞用的。Morning, sir。扎。华叔，咱们去敬酒吧。哎，还在玩小时候的游戏啊？保重，你也是。哎，是银的，哎，是镀银的了，好不好看？哦。真的愿意跟我回去？我要去加拿大看我姐姐。我怎么能够拒绝你的美好？好啊。你的温柔。你为什么不敢跟我走？我怎么能够说你太天真，你太真？要不然你留下。该用什么理由让你不再变是美？你看阿霞满眼泪光，我想看看可能已经破裂。保重。哎，阿霞，不要走啊，不要走，有办法，有办法了。什么办法？到底凭我干条子九年的经验，办法呢，只有一个，就是大家想一想吧。下雨，魏小宝有负甚至，理应处死啊！枉我九五之尊，迷信误国，差点断送大清江山。这本三百年后的历史课本，说我有68岁寿命，忠心满清，我还听你一派胡言。来人，将国师押入大牢。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各位千万不要误会，虽然我老婆很多，但是并不代表我花心，只是代表我感情丰富而已。看看他们两个，真的好爽啊！哎，先放下来好吧。首先要不好意思啊，我老爷您看习惯了。老爷啊，你老婆当中最漂亮的那就是公主，我可不可以上她？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她？你说的哦。哎，来来来，厨师牵手手。介意我跟你一起走吗？不介意。介意我搭你的肩膀吗？不介意。喜欢我抱你吗？喜欢。哎，榜样榜样，哎，他叫我爸爸过去啊。真的。